Hey, what's going on,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EMC. 今天我们有绅士痞子的小红 Hello. 来到现场，然后 obviously we have Chris. 那大家在 Empire Fest 的时候有看到我们亮相两台非常非常屌的 Audi. Chris 的是 the R8, and then 小红的是 the RS4. I brought them together, 希望他们来介绍一下给你们，然后分享一下他们改了一些什么。那小红，我们就是先从你的车子开始好了。没问题，没问题。觉得这可以讲一个故事。车距以前，我跟 Sunny 一直很紧张，因为我们的轮圈呢卡在国外。我第一次听到 Sunny 对着我一直骂脏话，我不是骂你哦，对他不是骂我，他是语助词狂骂的那种。我想说，奇怪，这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 Sunny 哥好像不太一样，觉得好像蛮亲切的。对，然后最后也是有赶上，就是前几天，对，车距的前几天，然后有就是拿到轮圈这样。反正我们今天不会看到他的 project car， 那当然我们也等一下会让你们再看一下我们的 EMC Regulators Special Limited Edition for JNIF 小红。好，我目前呢，我全车换了一个品牌套件，它叫 AE Design。为什么换他们家的呢？因为其实 Audi一直以来的坐车子的风格都是很柔和，他们家的套件其实做的就是比较夸张化一点。先来看到引擎盖，引擎盖呢，其实我现在车头除了前包杆以外，全部都是碳纤维套件，那我又把它贴起来。那引擎盖比较有特色的点呢，是这两条弧线，因为其实这两条弧线呢，在 RS4 它原厂的引擎盖上面是没有。对。改装完之后呢，其实我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它蛮像小的 RS6， 因为 RS6 原厂是有这两条弧线，它有做了开孔哦，对，在上面，对，这个是 functional 的，对，所以其实它散热是多少有加分的效果，有，对，那再看下来呢，其实我觉得 Audi 一直很适合做风刀在旁边，它这个套件呢就是前面的下巴加风刀，那下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旁边两边故意做了勾起来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蛮喜欢的地方，而且它是镂空的。哦，对，对，你一直这样子感觉有点在抠什么？对，在抠什么？很久没抠了，抠。再来可以看到我的旁边侧面叶子板。等一下，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白色？啊，这个我刚刚才跟三立哥在靠腰了一下，我想说，因为我急着去车去。其实原本车头前半部都是黑的，都是对啊。我记得我们在 Empire Fest 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碳纤维。对，那我想要让它有车子一点的感觉，不然其实晚上看到你会觉得这车子好像少了两片叶子板。对，晚上看到的时候，尤其没路灯的时候，那我就先暂时呢叫了其他厂牌磨料回来，先把它贴上去。我这台车原本的白色其实磨料没有这种颜色。就我找过好几家，那我只能先暂时把它贴上去。我可以预告一下，年后呢，我整台车颜色都还是换掉。哦 ，OK， 期待。你先不要跟我们说。好，我先不要说，但先都不要说。你们想要找答案呢，可以去 EMC 卖服饰那边，你们去逛一下，你们看到这台车的颜色。OK，OK 吧，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可以。我会把人导过去。可以。哇，那但是这个是哇，这个孔也是。对，也是真正的孔，真正的孔，它是也是直接开出来的孔，散热这样。对，也是散热用的。那侧边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可能他们厂牌认为 Audi 原本旁边侧裙在 RS 的部分就有做上一条黑色饰板，所以他们没有去设计旁边碳纤维侧裙。那这一块呢，我之后可能会找其他牌子的来装上去。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一体。再来，我觉得可以看到后面。OK。后面哦，旅行车最吸引的地方就是屁股，对，那好帅，帅，这是他们的尾翼，他故意做大只一点。对，那我觉得这一块呢，其实最适合装的车型就是旅行车。相信大家一定也有看过一些四门车，它可能会在那边装上小尾翼，没有像旅行车会那么和谐，感觉起来啊。对，那再来就是它的后下巴呢，我就很喜欢它把 RS 的排气管框起来的，框起来包住的感觉，对。也是做的蛮夸张的，对。然后还有这一块，这个我想特别讲一下，其实它这一块是会亮的刹车的，嗯。但台湾呢，你这一颗灯会亮，会被检举。它里面那条线我就把它淹掉了。OK OK， 对，还是帅啊。对，就只是留一个这个 style 的。对对对，它大致上讲。这片也是包，这片是一起的嘛？对，它是一起的。哦 ，OK OK， 对，这片是连在一起的。对，然后它就是跟前面的有一个呼应。对对对 ，OK， 也是有一个镂空的那种感觉。
对对 ，OK。相对装起来，你的屁股看起来会再更宽一点。是，对对，大致上是这样。好，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看到轮圈。好啊，看一下轮圈。好，接下来就是重点部分啊。耶、yeah ！其实我当下第一眼看到的反应是讲不出话来，就觉得哎、欸，怎么真的可以那么好看？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其实我装轮圈到现在也一个月了嘛。对，那出去呢，其实蛮有面子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发觉这颗轮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装片锻造式的轮圈，这次有故意把外面做了一圈再压上去，所以其实这颗圈其实是有存的，外面又做了一层把它框上去之后呢，其实我认为它的视觉感又更强。对，那再加上我们旁边的爪其实不是直接延伸到存的地方，我们是有在做一个凹槽，又在框了一圈起来。对，我们又挖了一点进去，挖了一点进去，然后做了一个线条。对，然后我们两边的 logo 对更有立体感，非常好看。对，然后我们的这些爪子的边边挖一些漏进去，对，有漏进去，对，这样子也是再省了一点点，也不能说太多重量，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是锻造的，还是会省一点点重量在这个里面。啊、我觉得很棒的是，桑尼哥这边轮圈都有兼顾到安全性，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看过太多轮圈开到断掉。哦，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对对，轮子的东西真的非常危险，刹车、轮圈，我觉得这个都是最重要不能省的钱。对啊，这颗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在跑起来的时候，外面这一圈会很像引擎的，会觉得你的圈很像有存。对，可是停下来也奇怪，又没有存。怎么又？对对对，它所以它转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同。对，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它的螺丝跟钉子是放在里面啊，是内锁的，是内锁的，所以这样子就更干净。啊，有一个缺点，它真的太难洗。其实 Chris 的钢圈也是超难洗，哦，我看得出来，钢圈也是很难洗。钢圈也难洗，这个就是要看你要不要换陶瓷刹车。对对，不然我每次都我还去买那种专门的那种毛刷，我还自己这样子、在那边捅。你这个动作真的是一直在捅，不好意思，跟我拍片就是会这样。不过真的很满意啊，我因为知道会很难洗，所以我原本的数值就没有设定的很夸张。我过年之后就要换陶刹，已经先算好了。对，我已经知道你要加多大多大。没错，对，大致上就这样，非常满意，真的非常满意。对对对，谢谢你信任我们。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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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棒，真的超帅的。对，所以再来一次。没有，第一次拍片那个节奏要抓一下，因为我第一次拍片其实是跟 DZ 拍。哎，对啊，那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 EMC， 还有 JNIF 绅士皮质的一个折扣码在这边。大家如果对 EMC Wheels 有兴趣的话 ，let us know， 跟我们联络，然后会有一个特别折扣码。Yeah， OK。哦，对了，你的车子有改电脑或是排气管吗？哦，我车子有，动力已经写了特调晶片。我知道吗？那我们可以发动，我可以听一下吗？可以，可以，可以。之后改完了，对，改完了，我要带你去跑山，好，然后我上你们的节目这样子，对 ，OK， 好 ，You heard it here first，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现在看完小黄的车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Chris 的车子。那我们今天其实是在林口的 Chameleon Wrap Shop， 他们的联络方式还有他们的连结就在这边。大家如果要来 ，you know get some wrap stuff done， 需要包膜贴膜的话，可以找他们。They're very very professional。然后他们这次的作品就是在 Chris 的 Audi R8。那这次的 wrap looks fucking dope, right? Yeah, it's fucking dope. You know, 这个 color 好像是 chalk gray。It's done by Inozi Tech. 然后我要谢谢 Inozi Tech Taiwan。Jerry。You know, they always hook it up. 我发现 Inozi Tech 很多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古，然后我很喜欢。我一直想要选一个灰色，后来想说其他的品牌都 Tech too dark， 然后找到这个我就觉得 fuck， this is gonna suit very very well for the R8. It looks so good.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颜色配这个轮框非常非常好看。对，就是从旁边看的话，就是有一点复古的 style。那因为之前的 vlog 大家还没有看到你的大包，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Yeah. So I got the whole body kit from Darwin Pro. 它
其实是 carbon， 就是 front bumper、side skirts 跟 rear bumper 全部都是 carbon。But what we did with Innozitech and Chameleon is we wrapped up the most of the parts because 因为之前你们还记得我们拍的时候，那些 lines 没有真的 align to each other。所以这一次他们把那个 body kit 装上去的时候 ，everything matches like perfectly。So what we did is 我们这有一些部分，这边也是有一些部分有抹掉，所以后面就是用那个 wrap 贴上去，所以没有把整个 carbon fiber 露出来。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些 carbon fiber 一定要露出来的，所以这边都会有秀出来。哦，这很帅，我发现它下面也是包起来的，像卡蹦这样。对对对，它会把这边切到这边，然后这边下面也露一点卡蹦。我觉得 Chameleon 真的做得很好的job，很细心。对。哦，还有特裙，side skirts。哦。So the side skirts are also in carbon fiber。我们这里上面那个 side skirts 的部分是也是贴膜，可是下面的部分就是 leave it carbon fiber。OK。Oh, so and we got this one。对。So 这 side blades 也是全 carbon fiber 现在，可是它跟之前的不一样的是，这个是 V10 的，所以它这里空间是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 fenders 这个部分我也是要再改一下。对，这个看起来帅很多，就是比较有一点肌肉。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后面尾巴的 rear bumper， 哇，这个现在好太多了，因为你之前的那个都状况，你看还有这个缝全部都是很不错的，做得很漂亮。所以他们这里花很多时间把那个 body kit 抹很多东西抹掉，让它可以 align each other。Yeah。所以现在就真的是漂亮，新的 realize，这也是新的，对。然后这个也是新的，对不对？对，这 bumper 也是新的。这个整个 bumper 是新的，所以我只有露出了这边的 carbon fiber 的，跟你之前的有一点点像，但是就是完整度比较好，就是 quality 现在比较好了，对啊。EMC 就是用好的 quality。That's right. Thank you, Darwin Pro. All right, you guys are awesome. And Hank, if you're watching this, and Jackson, you guys are awesome. 然后最后就是你的内装了。内装，对。我刚才载他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抱怨了。没有 ，bro， 你的音响不好听，这个主应该要换 carbon fiber， 要换什么 Alcantara？ 对啊，要啊。我要给小王看一下，我让你自己做啊，我让你自己做。啊，我们不要 Chris 进去，我到这边。不要找 Chris， 这就是我说的，你看这个，啊，它是贴的。了解，你有看到吗？我觉得方向盘也是可以改，这个哇，这太老，这都可以换掉，这都可以换，这都可以换掉。我看这个。这个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有点像那个你上里面会出现的，对对对，明明是一个 R 8 但就是你说的，那是你上会出现的。Chris GTR 吗？这最少是 GTR 吧？那我连 GTR 都比这个屌了。GTR 是真皮，好不好？对，这个要改了，这个要改，要改要改要。也是旁边这些东西都想要改 carbon fiber， 这些也是，对，贴上去。Center console 也是，对啊，就是。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哇，这个车子就这个要留了啊，对，因为他这台其实是 4.2 V8 的，很少、啊，已经没了，已经没了，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留的，而且我觉得 Chris 的声浪真的很好听，对啊，你要不要听一下 ？Audi 的 V8 这颗引擎真的声音，我觉得也是有他自己的味道，跟 BMW 还有 Mercedes 又不一样。对，而且它的排气管我记得是超春的，它上次在车距的时候一发动，我直接吓到，对，真的是吓到。我可以踩吗？当然可以啊。What？ 你看狗狗的，你踩一下。All right， 今天这一段就到这边 ，Ryan 跟 Chris。后续会去装他的电脑跟变速箱的动鸟 at CPA， 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 dyno。谢谢小红，谢谢你。OK， 谢谢你，那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你让我知道你的 project car 什么时候做完，然后我们再去 JNIF 的 YouTube。Yes. And I'm Audi， peace， Audi， get it， Audi。